要快问快答十五题哦。十五题哦，要短而有力，还是要讲很长？有关棒球的吗？没有关，棒球无关。完蛋了。哪一台？看那台，看那台。到底看哪一台啊？看这边，然后斜眼看那里。谁？脸可以小一点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我全部都讲王建民就好。很简单吧？但是也考验着平常有没有用心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妈妈的名字是什么？陈淑华。刘三妹。杨美惠。宋秀玲。妈妈生日几月几号？7月24日。25。啊，真的不知道。3月3号。诶，9月9号。12月20。妈妈都怎么叫你？小伟伟。婷。阿平。阿龙。儿子。龙龙。妈妈最喜欢吃什么？她什么都吃。槟榔啊。妈妈最喜欢吃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这不孝子。五官哪里最像妈妈？眼睛。眼睛。屁股。五官啊。鼻子。全部都蛮像的。打电话通常都跟妈妈说什么？吃饱了没？嗨，老母，在干嘛？我想你啊。我好爱你哦。妈妈跟老婆掉到水里要救谁？那我也跳下去啊。我不会让他们去海边。两个一起救，第一个当然是救妈妈。唱一首跟妈妈有关的歌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世上只有那叫什么歌？听妈妈的话，世上只有妈妈好。世上的人有这样多。然后跟妈妈，这跟妈妈什么关系啊？妈妈爱唱啊。妈妈家里呀，阿婆中。你都怎么叫妈妈？谁啦？妈妈，妈妈，妈咪，妈，阿布啊。妈妈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哎呦喂，哎呀，好贵啊！你吃饭了没？哎，不要喝那么多。最喜欢跟妈妈一起做什么？吃饭、聊天、看电视、抱抱、煮菜、煮菜。觉得妈妈最辛苦的事是什么事？妈妈最辛苦的事就是把我养到大，生我很辛苦，把我养大，养我们。最想跟妈妈说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妈妈，你辛苦了，我爱你。妈妈喝少一点。妈妈，你辛苦了，我爱你。妈妈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我爱你。妈妈，我爱你。